一会儿就做个青菜就成了啊！快点啊，我有点饿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回来了，哎，跟安迪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怎么，出问题了？哎，好好的说句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您就别问了。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能不问吗？是不是他还在生我的气呀？您倒上海去，怀疑他这个，怀疑他那个，他心里头能舒服吗？我就替您说了两句好话，我说我已经告诉您魏国强跟他的关系了，也说了您保证不再去叨扰他了，可是没想到。 效果更糟。哎呦，你替我说什么话呀？你之前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我原来不是误会他了吗？哎呦，他心里对我有怨气也正常。但我不能由着别人说您不好吧？都快成一家人了，什么别人呢？那不是别人呐，那是我儿媳妇。行了吧，哎。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安迪是从国外长大的，他受不了别人干涉他的生活，那总不能因为这个我让您受委屈吧？既然你们双方都不能调和，长痛不如短痛，那我还不如跟他分了呢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啊？说分手就分手，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你难得找到像安迪这样的人，他可不像外头那些妖艳的女孩子。行了。 你以为我想跟安迪分手啊？哎，我去收拾两件衣服，这几天就在公司住。儿子，宝宝。